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看《大经科注》331页。倒数第三行，法华譬喻品曰：如来有无量智慧，我们参考资料里面学习了转八识成四智，第二个是力，就是如来果地上的十种能力。我们依《圆觉经》跟《大智度论》里面所说的这十条，我们前面学的第八，现在从第九看起，知续命无漏智力，为如来与种种续命，一时乃至百千万时，一界乃至百千万界，时此生彼，死彼生死，性命、饮食、苦乐、寿命，如舌辩之，故名之续命无漏之力。所以，修行有好处啊！从这些地方，我们就非常肯定人没有死，没有生死，一切万物也没有生死。生死只是个物质现象。物质现象从哪里来的？从意念产生的。佛在经上我们常常读到一切法从心想生。这一桩事情被现代量子力学家证明了。一切法就是一切现象，特别强调的是物质现象，哪里来的？意念生的。意念也是一种现象。从哪里生的？现在科学家还不知道。佛经上讲得很清楚。可是佛学家，像量子力学家也提到了，说得很模糊不清楚。他们看到这个现象，这个念头的现象，说这个东西突然蹦出来，马上就消失掉了，没有原因。可是这个他看到这种现象呢，经典上讲过了。楞严经上说，当处出生，随处灭尽。这一生起，立刻就消灭了。速度多快呢？那就是弥勒菩萨所说的，一弹指有32亿8000念，就念头。每一个念头里面都有物质现象。每一个念头里面都有受想行识，换一句话说，每一个念头里头产生的幻象啊，就是无蕴。观世音菩萨厉害呀，照见无蕴皆空，他看见了。观世音菩萨是等觉位呀。佛告诉我们，八地菩萨就能够看见，
就能照见了。啊，那八地以上，九地、十地，等觉、妙觉，妙觉是佛了。啊，这五个位次，把这些境界看得清清楚楚，啊，那么快的速度，他们能看到，说明自信本具的智慧能力，这是叫能力。啊，十种能力是无量无边的。啊，无量无边的能力，简单介绍，归纳为十大类。啊，所以我们只要回头，啊，回归自信的，这宇宙之间，大大小小的事情，没有一样不知道。啊，特别是知道我们自己，也知道一切众生。啊，生生世世，啊，这是举我们自己为例子。无量劫中，无量世里头，啊，时时在这个地方死，生到别的地方去了，在那个地方去死了，又生到这边来了。这两句八个字说明轮回的现象。啊，你在这个世间行命知道啊，啊，你的这一生当中的饮食苦乐寿命等等，啊，这举几个例子，没有一样不知道。啊，特别是起心动念呢，造业受报啊！啊，所以如来知续命啊，这是一种无漏之力，漏是烦恼的代名词。啊，见思烦恼断了，尘沙烦恼、无明烦恼统统放下了，这个智慧现前了。无漏智是自性本具的智慧。最后一条第十，知永断习气之理，这一条很重要。成佛了，自己知不知道？知道。成佛了，后面还有没有生死了？没有了。不但六道生死没有了，十法界乃至于十报庄严土生灭的现象都没有了，圆满的回归自性。啊，这一桩事情如实辨知啊，这上面讲了，为如来于一切惑于习气见识的习气啊，早就断了。见识习气是有方法断的，辟支佛就断了。分别的习气也有方法断，菩萨就断了，十法界的菩萨啊，习气断了啊，无明的习气自己知道，不是不知道，但是没有方法断，因为到这个境界已经不起心不动念了。啊，那用什么方法不就起心动念了？啊，所以他不起心不动念，他没有方法断习气。怎么断呢？随着时间长了，自然就没有了。这个妙绝了。
啊，要多长的时间？华严经上告诉我们，三大二生期劫。所以，三大二生期劫是无明习气自然没有了。啊，这个时候人在哪里呢？人在十报庄严土。啊，十报庄严土里面有41个位次。啊，华严经十住、十行、十回向、十地等觉。啊，41个位次住十报土，他们通通在那个地方自自然然的无明习气没有了。啊，到等觉最后一品叫生相无明。这一品无明就是这时候这一品的习气，41品都讲的习气。啊，习气断干净了，他就证到妙觉果位。啊，这妙觉果位十宝图就不见了，他住长吉光了，不住十宝图了。所以十宝图有相，为什么有相？他有无明习气，习气没有了，相就没有了，圆满的回归自性。啊，回归自性，这个时候我们的身、我们的心跟整个宇宙融成一体，没有现象。啊，没有物质现象，没有精神现象，也没有自然现象。它在哪里？它无所不在，它无处不在。所以任何一个众生起心动念，他全知道。啊，任何一个众生，就像此地讲的，他生生世世的事情，过去、现在、未来，没有一个不知道啊。他什么时候造业，什么时候受报，什么时候回头，啊，什么时候能听什么样的佛法，佛菩萨慈悲到极处啊，真的不是假的，佛是门中不舍一人。啊，自自然然跟一切众生起感应造就。啊，我们不学大乘不知道啊，学大乘才晓得这个事实真相啊。啊，爱心遍法界，善意满娑婆，这个话是真的，不是形容啊，是事实真相啊。信德也是无量无边说不尽的，像叫万德，那个万是形容词啊，信德无量无边无尽无数，它的核心就是一个爱字啊。在佛法里不讲爱，佛法讲慈悲啊，为什么呢？怕大家误会，世间人这个爱里头有情啊，自性里面那个爱啊，里头是智，不是情，里面是智慧啊。所以对世间人讲，父子有亲啊，这中国老祖宗所说的，真了不起啊。把信德的核心念出来了，情爱啊，这个佛家讲的这个情感是纯粹的智慧，真实智慧，智慧里面的爱，那真爱，没有分别，没有执着，啊，没有边际，啊，这是信德。信德里头的第一德啊，万德都是从第一德延伸出来的人人都有啊，只是我们迷了，我们不知道自己有，觉悟了，证果了才晓得，
一切众生跟诸佛如来没有两样啊，所以佛看众生皆是佛，情与无情同源种质啊。众生看佛也是众生呐、啊，迷嘛，一迷一切迷啊。我们今天学大乘，我们今天学净土，希望在这一生当中破迷开悟啊，净宗这个法门太殊胜啊，非常特别啊，佛的无量法门里头只有这门，除这个之外你再找不到了。为什么？你看成佛啊，一切法门的成佛，烦恼要断呢，不断烦恼不能成就啊，业障要消啊，业障没有消干净成不了佛啊，这叫难行道啊，断烦恼消业障谈何容易啊。可是净宗这个法门怪呀、啊，不要消烦恼，啊，也不必消业障，啊，烦恼不需要断，业障不需要消，他能往生。真正是奇特到基础了。啊，为什么烦恼不要断，业障不要消呢？因为你心里头只有一个阿弥陀佛。阿弥陀佛有烦恼吗？没有。阿弥陀佛有业障吗？没有。这种道理呀、啊，给诸位说，就像四十一位法身大士在十报图那个样子，那个道理啊。你看，无时无明烦恼不需要断，时间久了自然就没有了啊。那么在西方极乐世界同样一个道理，你心里头只有阿弥陀佛，口里头只有阿弥陀佛，西方极乐世界 是阿弥陀佛从来没有中断过的，你看到的，你听到的，你接触到的全是阿弥陀佛，所以业障不消自然没有了，烦恼不断自然没有了。这个道理我们要明白明了，明了我们就不疑惑了，身心不疑了。因为十报图里头断无始无明习气跟西方净土是同一个道理啊，也是同一种方法尤其是阿弥陀佛的圣号，圣号功德不可思议，比那个十报图他们断无始无明还要来得巧妙。为什么呢？无始无明的三大时期皆是消得了啊，我们这里不需要三大时期，不需要啊。这为什么呢？这是因为阿弥陀佛本愿功德无界修行，真实的道理了加持我们了。
那他修的，他修的回向给我们，等于就我们修的，这个我们很难相信。现在我们看到量子力学里头，念力就是念力，这个报告里面呢有，啊，别人用念力来加持给你，跟你自己念的没有两样，真假的上。啊，这个价值特别专注，秘诀就在此地。如果不是全心专注，就加不上。啊，那我们知道，这种全心专注啊，阿弥陀佛做到了。我们今天没感觉到，是什么玩意？原因呢？我们的心散乱的。阿弥陀佛的心是专注的，我们用心也是专注的，那就很容易感受到。他那里法师，我这里接受。越专注，接受的信息就越多，就越清楚。我们要懂这个道理啊！我们不但不专注，而且我们是散乱心，所以弥陀给我们的信息我们收到了，收到了不懂，收到了等于没有收到，啊，不是没收到，啊，是我们的心太乱了，我们的心没集中，啊，明白这个道理你才晓得经文里头这两句话，发菩提心一向专念多么重要。大势至菩萨教导我们度摄六根精念相继，我们果然做到了，跟阿弥陀佛就通了，他那里发我这里就接到了，我这里发他那里也接到了，啊，一点障碍都没有了。这障碍是妄念，障碍是我们的杂念太多，啊，我们的这个心的力量不能集中，啊，在我们自己，不在外头。阿弥陀佛那边没障碍，啊，这些道理不可通，不可明白，我们就放不下，啊。不能把我们的杂乱心放下，就难。搞明白之后就容易了。啊，知道跟阿弥陀佛联络的方法了。一切惑，就是指的见思、尘沙、无明。这三大类也，啊，最重要的习气，啊，一切惑与习气分，永断不生呐，啊，尘沙见思是在十法界里面断的。断得干干净净，无明习气是在十宝图断的，啊，这叫永断习气之力，啊，如来实力了，简单我们就介绍到此地。底下一句，无所谓。后面有一句话总结诸法之藏，啊，诸法是指一切法，啊，那么这就提到无所谓，无所谓呢有四种，这个地方揭露是大智度论的，
此四就是四无为，通言无为者，由佛舍利之智内通。这四无为从哪来的？从舍利。舍利从哪来的？从如来智慧，转八识成四智，那是根本呐！转成四智，四智就出现舍利了。十种力里头又产出了延伸了四无所为。我们找根源嘛。由佛舍利之智那种明了决定，故于大众中凡所说法，则无恐惧之相，故名无所谓。在一切大众当中说法答问无为也。你不会被人家问到啊。以前有一个老同修，平常话很多，能言善道，说过不绝，不能上台。一上台，一句话都说不出来。是真的，因为有一次我们逼他上台，上台真的是一句话说不出来，怯场。这就有所谓也。为大众啊，这么多人眼睛看到他。他就委屈了。这个同修好几年前往生了，应该有十多年了。没有恐惧之相，故名无所谓。这有四种。第一个，一切智无所谓。一切智者，于世间、出世间，一切诸法尽知尽见也。你要没这个能力，不能说无所谓啊。这个能力可不简单了。事出世间法通了。以前李老师告诉我，学讲经是他鼓励我的，我原来不敢了。学佛从来没有一个念头是将来我发心上台讲经，没这个念头。为什么呢？感觉到自己无论在德行在智慧知识都不够啊！希望这一生多听一点经，老实学佛。那个时候没修净土，佛门里头默数，怎么敢发心讲经？老师用的方法非常善巧，让我到经学班去听课。他去上课，带着我去，你去看看。我在最后一排坐着，听他们上课。一堂课下来之后，我才晓得，他这些学生的程度，不见得比我高。他们能学的，我也可以。所以我就答应老师了，我说我可以参加。
这样的程度，这种学学的方法，可以试试看。老师欢喜。到我在外面讲经，我没有在台中，我在台北，在台北出家。出家之后教佛修院，接受外面邀请，到各地方去讲经。还是经常回到台中。有一天老师告诉我，也是讲到死无所谓，难呐，老师说，讲经教学必须通达事处世间一切法，这世间法不说别的，单单指我们中国一套丛书《四库全书》，你能不能通达？任何一个人都做不到。出世间法三藏十二部经，通达出世法，讲经其理；通达世间法，讲经其机。如果一样不通，你就有困难。你说我通出世间法，不通世间法，你其理不其机；通世间法，不通三藏十二部，其机不其理，这都不行，真难了。老师送四个字给我，这是老师已经准备他写好了的。一张普通的信纸，信签给我了，写了四个字。至诚感动，这就是他传给我的。那我们凭什么来讲呢？凭我们那点至诚心，真诚到极处，我们求跟佛菩萨感应。所以从通讲起，通事处世间一切法了，我们靠学做不到啊。要靠感应，这可有道理啊！我这一生的时候，真的就是接受老师这个教训，用真诚心。别人对我不诚，我对人诚。真诚到基础，就有感应。有感应还不行，那个诚上头加一个字至，真诚到极处，你就能感动。所以自己要虚心呐，不敢为人师啊。我们哪有这种德行学问做人事？决定不敢这样，有这个念头啊，有这个念头是错误的，这就功高过慢了。所以我一生心态是做学生，做佛的一个好学生，一切众生都是我的老师。为什么呢？每一个众生他都有他的长处，他那个长处我都学不到的。这都是实实在在的话了。求感应。感应真有效啊。别人提问题，我也没准备，
提的问题居然能答出来，哎，讲的地方听了还很欢喜，说完了之后我自己都感到惊讶，我怎么会说出这些话来？近代这些几个老和尚，像地仙法师，讲圆觉经，他自己编的有讲义，但是在讲经讲台上的时候，他发挥的那些道理，讲义里都没写。姜维农居士是他的老听众，他把老和尚讲的用笔记记下来，记完了之后送给老和尚看，请老和尚鉴定。老和尚把他叫来，问他：“你写的是我讲的吗？”他说：“是啊。”我怎么会讲的这么好啊？感应。感应不是自己的智慧德能的，不是啊，是在讲台上得三宝加持，是这么回事情。这个方式李老师传给我，他也是用这个。地仙法师也是用这样的，那我们就知道，许许多多讲经的大德，不可依靠三宝加持，就太难了。通世出世间一切法，那得要见性才行啊。不见性走到啊，像慧能大师那样子，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，行。在教下。大开圆解，就真正开悟了，明心见性能做到，不是这个程度做不到啊。那做不到，今天没人讲了，怎么办？没有人讲了，逼着我们呢上台啊，滥竽充数啊。真的是如此啊，我们被逼出来的。没有能力，没有资格也出来了，就靠三宝加持。三宝能够加持的对象就是一片真诚。这就是三宝加持对象，有一点点假的就没有了，你就靠不住了。一点假的都没有，真诚到这样子，就能感动，至诚感动。这是我们往后确实一代不如一代。为什么呢？烦恼重。这一代的人比我这一代烦恼重很多。外面的语言诱惑的力量太大，经不起。几个人能在现在这个环境当中不动心？古时候容易，古时候社会淳朴，没有这么多花巧。现代的社会把伦理丢掉了，不要了。道德不要了，
因果不要了。啊，神圣的教育通通加上迷信的帽子，没有人再愿意学习了，带给社会动乱，带给地球的灾难。啊，灾难过后，看人能不能回头。啊，如果不回头，可能会有更重的灾难在后面。先前在这个时代，觉悟的人、回头的人很少很少，啊，真的是所谓古人用凤毛麟角来形容。这话一点都不错。啊，回不了头啊！这些名闻利养、七情五欲放不下了，不是那么简单的。啊，所以我们学习，我们弘法。劝别人不靠三宝加持决定做不到啊，自己在经典上要下功夫，我们有一分功夫，佛加持一分，有十分的功夫，佛就加持十分啊，佛菩萨加持是与自己成相对比例的。那我们是一点假意的，虚情假意，那完全加不上。啊，这是求加持这个道理。无所谓者如佛也。啊，这是佛说的话，在《大智度论》里头有。我是一切真智人，这个我是释迦牟尼佛自称，故得安稳，得无所谓。啊，佛是真正正得一切智的人，啊，所以他心安理得嘛。啊，得无所谓啊，在大众中做事之后能转法轮啊，这个大众上从等觉菩萨下至地狱众生啊，在这个大众中能为大家讲经说法啊，做事之后就这个意思，能转法轮啊，转法轮就是教学啊，转有传授的意思啊，佛将究竟圆满的大法传授给大众啊，那么佛的说法是应机而说的啊，初学的人讲得很浅显，对你决定有利益，决定有好处啊，程度高的人跟你说了义究竟之法啊，这个教学不容易啊。
跟学校课堂不一样，学校课堂学生程度很整齐，好教啊。啊，佛菩萨这种教学的课堂，学生程度不整齐，有菩萨，有声闻，有缘觉，有诸天，啊，有人众，还有恶鬼出生，程度很不整齐啊！啊，有过去，有根底，生生世世修行过，有真的这一生才接触。啊，佛以一因而说法，众生随类过得解。啊，这个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。啊，所以这底下又说啊，啊，说住沙门，啊，此地之沙门呢，都指这个出家人，啊，菩萨、声闻、阿罗汉都包括在里头，啊，婆罗门这是代表其他宗教。啊，若天魔，啊，天魔也很能干的，啊，天魔是谁呢？他化自在天王，欲界里头最高的，啊，天魔。啊，梵是大梵天，啊，若夫于众舍不能转，啊，举的这些例子跟其余大众啊做不到啊，佛能做到，啊，为什么？佛得一切智啊。这些人没有得到啊！啊，他没有成一切智，他做不到。啊，是一切智无所谓，因一切智无所谓。这底下有个简单解释：梵语沙门。华严清晰啊，经教里头祖师大德给我们解释，勤修戒定慧，熄灭贪嗔痴，这叫沙门啊。这个地方讲的简单，勤行众善，直系主啊。那么一般讲的是比这个是清楚，勤修戒定慧，就此地勤行众善，熄灭贪嗔痴，是直系主啊，比这个更清楚。梵语婆罗门呢，华严净心啊，这是修行人身心清净。天魔梵者，天魔此地讲了，就他化自在天。梵呢是梵天魔，就是大梵天王啊。魔是什么意思？魔是这魔，他们贪图啊人天的是圣事啊，殊胜的福报啊，人天福报这是最大的，他们不能舍啊，不能舍就不能够帮助自己在这一生呢
成佛、成菩萨，所以称他为模糊。第二种漏尽无所谓，前面是智慧圆满，这是烦恼断尽了。烦恼断尽无所谓，惑、迷惑、造业、生死就是受报。就是果报，通通尽了。不再搞了。不再起惑，不再造业，不再有生死了。这叫漏尽呐。在小乘这是阿罗汉，在大乘是法云地的菩萨，就是十地菩萨，大阿罗汉，称之为漏尽呢。无所谓者，如佛言，我一切漏尽。佛是真的究竟的结果，妙觉如来位呀，比等觉还要高一层呐。故得安稳，得无所谓。在大众中作事之后，能转法轮，住沙门、婆罗门，若天魔凡，若佛于众，是不能转，是为漏尽无所谓。那么我们要知道，第一个，这是最重要的，是成就一切智慧。成就一切智慧，必须得断烦恼。烦恼不断的，智慧不能现前。断烦恼重要啊！烦恼从哪里断起？破身见，从这开始，不再执着这个身是我。确确实实知道，身不是我。身是我所有的吗？不是，我都没有拿来的我所有。有我所有啊，说明你还有个我在呀。你不知道身不是我了，你还知道除了身之外还有个我，那叫什么？我执。我执是什么呢？我执是莫那时的我见。那这个东西在我见迷的时候，我们世间人叫它做灵魂；觉悟的时候，我们称它为灵性。这个东西是真有，但是不能执着。执着就错了。执着它就是灵魂，不执着呢？不执着它就是灵性。它就是自信，它就是发现。所以根本就不能执着啊！不但执不能执着，连分别都不要有。你才得大自在呀！所以修行，诸位一定要晓得，真修行的人不能离开环境，离开环境躲到个深山里面去修行去了，能不能成就？不能。为什么？那环境很好，很清净，都市里头走两趟又迷了。那哪是真修行呢？
真修行人在红尘里头啊，在七情五欲里头真正练到什么功夫呢？练到心地清净，一尘不染，这个高明啊，离开了不是办法。啊，即相立相，那是诸佛菩萨。立一切相，说不着相，这个靠不住。啊，当你一接触，有灭了。啊，而磨练自己最有效的方法就是人事环境。啊，我们在华严经上看到善财童子开悟了，就是理上啊一切明白了，啊，跟着文殊菩萨去修学，道理都通了，世上没有经过磨练的，真不着相吗？啊，所以根本智得到了，文殊菩萨就叫他去参学。参学是什么？去磨练，就是到人世间磨练。五十三位善知识代表的男女老少各行各业啊，你都要去接触，看看你还动不动心，还起不起念头啊。在一切境缘当中，里面有善缘，有恶缘，有顺境，有逆境，通通经历过，在这个里头练到一尘不染，真功夫啊。那叫真修行呐！啊，这种修行才是大乘教里面说的入不二法门，平等心现前，先修清净心，不染污，再修平等心。啊，一切法平等，无二无别。这个时候，你睁开眼睛看，全是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就在面前。一切人都是阿弥陀佛，一切万物是阿弥陀佛，一切工作是佛事，入佛境界了。这叫成佛了啊！你在一切人事物里头还有分别，还有执着，那就是凡夫所谓《般若经》上讲的即相立相啊，知道这一切现象是假的，不是真的。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，包括诸佛如来。没有一样是真的。啊，佛法也不是真的。佛法能够帮助我们见到真的。但是你不能执着，你执着，你分别，你对他起心动念，这些佛法全变成世间法了。你看，一切法从心想生，一切境界随着心想在转变。我们有能力把佛法转变成世间法，反过来我们也有能力把世间法转变成佛法。
你把世间法转变成佛法，你就成佛了。你把佛法转变成世间法，你还是凡夫啊。你把大藏经背下来，讲得头头是道，天花乱坠，还是个凡夫。这个道理不能不懂啊。清净要在什么？在净缘当中不动心，心就清净了。不分别呢，心就平等了。清净平等就是佛心呐，就是自信呐，哪有不往生的道理？我们的经体上清清楚楚。清净平等觉，就修的这个。开头看不惯的事情要能看惯，讨厌的事情能不讨厌，这叫真功夫啊。训练呢，看一切人皆是菩萨，看一切人都是阿弥陀佛。我们见人这一声阿弥陀佛不是随便叫的，不是口头禅的，是什么呢？他真的是阿弥陀佛。那这个力量就大了。怎么是真的阿弥陀佛呢？大乘教理佛常常告诉我，我心即是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即是我心。那他呢？他的心是阿弥陀佛？是啊，阿弥陀佛就是他的心啊，一点都不假了。我们这一生称他，希望把他唤醒，唤醒我自己，也唤醒对方。我是阿弥陀佛，你也是阿弥陀佛，一切众生个个都是阿弥陀佛。阿弥陀佛即是我心。阿弥陀佛什么意思？阿翻作无，弥陀翻作量，佛翻作觉，无量觉。我的自信无量觉，你的自信也是无量觉。一切众生的自信通通是无量觉，无量觉梵语称阿弥陀佛。无量觉就是我们经体上清净平等觉。用什么方法觉？清净觉了，平等觉了。不平等不清净永远不久。所以我们真正修行头一个就是不被染污。怎样才不被染污呢？生活在这个世间，生活也好，工作也好，处事待人接物，不受外头境界干扰。什么干扰啊？我喜欢干扰了，我讨厌被他干扰了。要怎么样呢？如如不动。如如不动不是木头人。非常亲切，就跟对自己一样，就跟对真佛一样。今天阿弥陀佛来了，我们用什么心态对他？那我要用这个心态对所有一切众生。这个人是善人，阿弥陀佛。这个人是恶人，也是阿弥陀佛。善恶是他的习性，不是他的本性。他的本性是阿弥陀佛。习性是假的，
本性是真的。我们要对待真的，不对待假的。假的不善，慢慢我们会把它转变成善。我们要做好样子给他看，我们要多把事实真相讲给他听，诸法实相啊，这就是佛法了。诸法实相啊，就是对一切诸法真正觉悟了，真正明白了。我们的对象包括菩萨摩诃萨，包括九法界一切众生，这叫真修行，这叫慧修行。起心动念全是这些概念，没有其他妄想啊。他能不成佛吗？我们明白了，明白了就真干。天天把这些妄想习气淡化，断不容易。越来越淡，一年比一年淡，一个月比一个月淡。一天比一天不容易，在一个星期比一个星期淡，那进步就太快了。真修真干，我们跟阿弥陀佛走得越走越近。我们跟六道轮回、跟生死走的是越走越远。跟阿弥陀佛越来越近，这条路光明大道。真正能转法轮。下面第三呢，说张道无所谓。障是障碍啊，设彼魔外，障彼圣道之法。魔障碍，障道。外道也障道，佛能说，能讲得很清楚啊。魔跟外在哪里？实在讲，不是在真的在外头，外头没有，全在自己。大乘教里头，佛常说。心外求法，这就是外道。说得好啊，心外有没有法？心外没有法了，没有法你去求法，那不就错了吗？一切法从心想生，一切法都在心内，不在心外。如果一切法在心外，你怎么能转得了它？正因为一切法不在心外，所以你的心才能转得了它。
啊，这个道理，近代科学家他们发现了。我对这个道理以前也怀疑，只能随顺。哎呀，古大德这个讲法，我模模糊糊的就说了吧。实在讲，近代科学报告对我的帮助很大。我看了这些报告，我看得懂啊，跟佛法讲的一样啊。那换句话说明，佛法一点都不假，完全接受了。啊，佛法，释迦牟尼佛3000年前讲的，这些科学家最近30年才发现的，啊，居然讲的一模一样。我们对世尊不能不佩服啊。啊，今天的科学，当然最近这200-300年来啊，这是科学的基础啊，步步高升呢，啊，踏着前人研究的成果不断向上提升。提升到近代啊，德国的普朗克应当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啊。为什么呢？他发现物质的真相啊，这个人了不起，一生研究物质到底是什么。这是宇宙的奥秘，他的研究把这个奥秘揭穿了。啊，原来物质是个假象，不是真的。啊，物质只是意念波动里头产生的。啊，所以他说，意识是物质现象的基础。啊，没有意念就没有物质。啊，物质是从念头产生的，正是佛在经上所说的，一切法从心想生。这个一切法就是物质现象。啊，从哪来？从心想生。啊，所以今天科学家告诉我们，这一个发现如果是真实的，被科学家都接受了，我们整个世界要改观了。啊，为什么呢？第一个叫医疗上，需不需要医药了？不需要了。啊，科学提出了4个字：一心控物，就是用思想念头控制物质现象。他举出很多例子。啊，有证明啊。啊，许多得不治之病。啊，医生宣布他的存活期只有2-3个月，放弃治疗了。啊，那么这有些人心平气和，把生死看得很淡，他完全不在乎。啊，集中精神还干他的事业，过了2-3-4个月才检查并没有了。啊，什么原因呢？就是他没有想到他的病，他不想他的病，反正才有几个月的时间，想他干什么？他该想的时候该干什么，他专心去干，
啊，那么它带着病毒的细胞自然恢复正常，一心空。如果有宗教信仰的，他这个意念更容易集中，啊，他集中他的经典，集中在他的上帝，啊，他的神，这真有效啊！不是那个灵啊，是你自己灵啊！啊，我们佛门有这个例子啊，早年山西小院40多个人，不是少数啊，啊，都得的是癌症末期。啊，医生宣布2-3个月存活期，他们放弃了，放弃治疗，他们也不怕死，心平气和。啊，专心念佛。啊，求生净土，3个月之后再去检查，病好了，没有了。医院的惊讶，是不是诊断错误？啊，再把诊断书找出来，没错啊。为什么他好的呀？是奇迹，不是奇迹，念头。啊，这是一心空无啊，最好的例子啊，就是心最重要的信心，念头要集中，其他的都不想了，只想佛。啊，所以我们现在知道念佛这个力量太大，无与伦比啊。啊，意念集中啊，无事不办的。佛在大小乘经上都说，智心一出，无事不办。啊，那用意念来治病，小事，小事一桩。啊，自己身上这些病毒的细胞，可以完全恢复正常，就用一句佛号。我们其他的都不想，这个最重要啊，什么事情都放下。260中心里头只有阿弥陀佛，除阿弥陀佛之外什么都没有。无论什么样的毛病全好了啊，除非你寿命到了，寿命到了肯定阿弥陀佛接你往生啊，寿命如果没有到，什么毛病都好了，都恢复正常了。啊，冤亲债主他也会离开了。为什么？你天天念阿弥陀佛了，以这个佛号加持他，他得利。啊，因为你是用真诚心念，用清净心念。啊，冤亲债主都沾你的光啊，他都能往生啊。真的是自利利他了啊！科学家告诉我们，我们居住的环境不会有灾难。为什么？灾难是不善的念头感得的。念阿弥陀佛，善中之善，没有比这个更善了。这个力量不可思议啊！自己的念力，阿弥陀佛本愿威神的加持，你这个地方怎么会遭难呢？哪有这个道理呢？啊，理一定要搞清楚啊。啊，所以障道为圣道做障缘，第一个就是不信，
或者是信。名闻利养放不下了，这张道啊，还有大乘佛法，心里都想去辨学，也是正道啊。你不能成就吗？这是什么？这是把佛的教诲颠倒了，就正道了。你按着顺序去做，一帆风顺。四弘誓愿是我们修行指导最高原则。首先叫你发菩提心，众生无边誓愿度是发菩提心啊。发菩提心之后真修，真修是烦恼无尽誓愿断。你把这一条疏忽了，你就搞下头一条，法门无量誓愿学，错了，就变成障碍。为什么？烦恼不断，法门学不成。不管怎么样学，都属于常识。知识不是智慧。烦恼断了，学法门是智慧。而且学法门是有次第。一门深入，常识熏修。在什么时候学呢？在断烦恼的时候学，因为这个方法能帮助你断烦恼。一门深入，没有杂念，帮助你得定，帮助你开慧。慧开之后，才广学多闻。广学多闻是第三条啊！你看这里讲的都是这个意思。这不能不懂啊！我们把顺序搞颠倒了，障碍就产生了。善学的，佛道是正道。学错了，佛道也是邪道。我在早年学经，那时候刚刚到台中，同学很多。有一天大家我们在讨论佛法，我曾经说过这么一句话。佛法能度人，也能害人。我们几个同学听了不服，佛法怎么会害人呢？他们去找李老师，老师说是啊，没错啊，佛法能救人，佛法能害人呐。学错了就害人。佛法是药啊，药对症了，救了我们的命啊，治好我们病啊。吃错了药呢，那药都治病的，但它不治你这个病。你吃了这个药啊，不但病没加好，加重了，甚至于吃死了，那不就害你吗？佛法就这样的。所以学佛，佛就常说，佛法无人说，虽知莫能解。世间聪明智慧他不会理解的。为什么？烦恼没断。烦恼没断，常常把佛法解错了。佛法没有过失，你解错了，你用错了，那就要命了。
啊，因此学佛不能没有老师，不能没有好的同参道友，这个对你帮助太大了。啊，自己修学，那除了把沉静谦和做到，然后专心念佛，一门深入心。啊，沉静谦和是德行啊，真诚、恭敬、谦虚、和睦，一门深入可以。啊，没有这种德行的话，一门深入也不行。啊，是的居住条件。啊，通途法门都是信解行证。啊，这是一般通途的方法。啊，第一个你要真信，一点怀疑都不能有。第二个要理解。啊，正确的理解，然后起行。啊，知道怎么个修法。啊，四弘誓愿是总纲领。啊，头一个发心，发心是动力。我学佛，我学经教，我断烦恼，我学法门，我成佛道，不是为自己，是为一切众生。啊，一切众生誓愿度，我都是为这个，不为自己，这就对了。啊，要是为自己，自己这个概念就是魔障，他就障道。啊，决定不能为自己，要把自己放下，我放下，我所放下。啊，净缘没关系。自己心清净，一丝毫都不染着，就对了。没有牵挂，没有烦恼，啊，没有东西能扰乱，啊，这是说障道无所谓也。啊，如佛言。我说障法啊，障碍修学的方法了。说这些东西，故得安稳。得无所谓，在大众中做狮子吼，能转法轮，住沙门婆罗门，若天魔凡愚众，舍不能转。啊，他们做不到啊，是为说障道无所谓。啊，所以一定要晓得，障道不在外，在自己。中国老祖宗说的一句话，行有不得，反求诸己，问题自然解答，就通了。如果说这个障碍在外面，那永远不能突破啊！一切障碍决定在自己这个道理很深的、啊、它是事实真相啊！很多人不知道啊，若别人障碍没这个道理啊，我念佛，我读经，我研究经教，谁能障你？
啊，我讲经有人仗你，他是不是真仗呢？没有，看你的心态。啊，如果处在这个境界里面，没有怨恨心，心平气和。啊，这什么？这他提升了你的境界，他帮助你消业障啊！啊，凡是遇到不顺，总是自己的业障。啊，你欢喜接受，感恩的心，你业障化解了，你境界提升了，没障碍。逆增上缘呢，哪才是障碍呢？啊，我们自己功夫没见到，我们帮助众生也没见到，啊，所以知道所有一切障碍是自己。啊，除自己之外，谁都不能障碍你，天魔不能障碍你，烦恼不能障碍你。啊，你全看破了，你把事实真相认识清楚了，远离一切魔障啊。啊，冤亲债主通通化解了，无我就化解了，有我就很难化解。无我怎么样？他找不到你了，你这个人在化解里头消失掉了，没有了，他找不到你了。有我他就找到你，无我就找不到了，啊，我心里这个阿弥陀佛，他就找阿弥陀佛去了，啊，我变成阿弥陀佛了，他找到阿弥陀佛，他就得度了，好事啊！啊，他跟我有缘啊，我得度，他也得度了，啊，这个道理要知道。你搞清楚搞明白了，你常生欢喜心啊，你说你的心情多舒畅多快乐啊。我们再看最后一条，第四，说尽苦道无所谓。说尽苦道者，说能尽诸苦之道法也。道是道理，法是方法，就是能够说怎样把一切苦断掉，断干净。佛能说这个道理，能说这个方法。啊，故得安稳得无所谓，在大众中做狮子后能转法轮，住沙门婆罗门，天魔凡愚众是不能转，他们做不到啊，佛能做到啊。啊，最近有几位同修来问我，啊，大家都晓得2012马上到了，啊，听说是个灾难年，
我们学佛，我们要学哪个法门？经典这么多，我们学哪一部经？啊，他们问我，我说我学无量寿经，我念阿弥陀佛。啊，为什么？无量寿经就是一切经。特别是黄念祖老居士的注解，不是凡人能做得出来的。啊，这个注是集注啊，这一点我们要知道啊，就是集经论古大德注解之大成。啊，他这个里面引用了83种经论，110种祖师大德的注解，这不是他自己的注解。这个很了不起，我们读了这一部经，这个注解就是读了一切经。啊，这个注解的是内容，有大乘，有小乘，有禅宗，有密宗，啊，有教下，教下包括了天台、华严、法相、三论，通通都包括。啊，所以你读这一部啊，等于说把释迦牟尼佛49年所说的东西全都读到了。啊，他都浓缩归纳在这个里面。一切一切一切皆一。而修行的方法就是发菩提心，一向转念阿弥陀佛。我们要相信啊。啊，早年老师常常劝导我们欢心啊，老师提倡坚定的口吻教我们欢心啊，欢什么心呢？把我们心里面拉拉杂杂东西全放下，把阿弥陀佛装上啊，我心就是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就是我心，这叫欢心。这说法好极了啊！心心不离阿弥陀佛，生生不离阿弥陀佛，你能不成佛吗？你能不往生吗？哪有这个道理啊？夏莲老到这个时间来，他来干什么？就是来汇集这个经的。这部经能度末法9000年众生。啊，黄念祖来干什么？来注解这部经。这个要知道啊！啊，他们到这个时间来，得三宝圆满的加持，没有三宝加持，他做不到。啊，都是不可思议的大事，不是小事。啊，我这一生修学又与他们有关系。啊，我的亲教师一般讲和尚啊，李炳南老居士，
啊，李炳南老居士的教跟没关系，老居士学的啊，没关系，老居士跟下莲居是师兄弟，非常好的同参道友啊。黄念祖是没关系的外甥啊，是下莲居老居士的传法弟子。啊，我们有这种关系在里头啊！啊，我们见面无量欢喜啊！啊，怎样把这个经注解发扬光大？让大家了都有正确的认知，这桩事情我来做啊！我有学佛60年的基础，讲经53年的经验，最后选择这部经。相信没有选错啊，这是给大家学佛的一个信心啊，我来推动啊，往后印经我就印这一部，希望我们的本子有个标准本子，里面一个错字都没有。啊，你们同学发心，要做一个复册。啊，就是这部经注解里头，难字、注音、注解，啊，名词术语，查一些资料，编辑成一部复册，很好。啊，这个让大家将来学习这部经典省事多了。啊，像我们在此地刚刚遇到这一段经文，如来有无量智慧。啊，我们讲四智菩提。力啊，查到这舍利都是经论上说的。啊，四无所谓。啊，那么这么多好的参考资料，接着讲诸法之藏啊，连起来，如来有无量智慧力，无所谓诸法之藏。这个诸法之藏就是大藏经啊，释迦牟尼佛一生所说的，能于一切众生大乘之法。这个地方的大乘是指一乘法，不是普通大乘啊，佛能够于一切众生一乘法啊，一乘法古大德都承认，释迦牟尼佛一生啊讲成佛的经典，就是成佛的理论与方法，这个三部经啊，第一部华严，第二部法华，第三部梵网，但是
梵网经呢没有翻译到中国来。梵网是一部大经。传到中国来只有其中的一篇。心地戒品。现在人受梵网菩萨戒就是这部。两卷，上下两卷，就这一篇。全经没到中国来。那么今天我们又知道，一乘经里头还有这部无量寿经。什么叫一乘经？帮助我们在这一生证得究竟圆满的佛果，这叫一乘经。那这个经当然就是《华严经》到末后，普贤菩萨十大愿王导归极乐，就是归无量寿。无量寿经没有走弯路，确实是成佛的捷径，而且一切众生遇到这个法门都能成就。不像华严，不像法华，华严法华你看看，但不能不尽能受，不是一切人都能够受的，都能接受的。真的是上上根人。那么这部经从上上根到下下根普度啊，平等成佛，比华严法华还殊胜呢。古德称这部经叫中本华严。说得不错，一点不过分呐。阿弥陀经称为小本华严。那么换一句话说，华严经就是大本无量寿经。大本阿弥陀经。一即是三，三即是一。这个我们不能怀疑，怀疑就错了。下面经文，世尊叫住舍利弗，舍利弗，一世因缘，当知。诸佛方便力故啊，于一乘法了分别说三。世尊度化一切众生，确实是一乘法，希望一切众生真能回头，在一生当中成就。但是众生根性不相同，上上根人没问题，中下根人不能接受。断烦恼，理上讲没问题，一念之间的；事上讲没那么容易，因为众生在六道时间久，纠缠。与一切众生纠缠在一起，关系非常复杂。没那么容易断掉啊。所以佛才说三乘。
啊，三乘是什么呢？深说、浅说、再浅说。啊，就有浅深次第呀、啊。啊，最浅的这一分，中下根性人都能学。啊，次一等的人，像声闻缘觉这些人，他们可以学。啊，一乘法，大乘根性。又法华文句曰：啊，法华文句是《法华经》的注解，智者大师做的。这里面有说，方便者门也，这是比喻。你怎么能入法华境界？啊，有方便。这个方便法就是像门一样，你可以进去。为真实作门，真实是明心见性，真实是诸法实相。啊，真实的行功有方便呐、啊！这话说得很好啊！啊，你能够明心见性，你能够见到诸法实相，统统要有善巧方便，你才能做到啊！一这个解释，这几句话是黄念老的啊，一法华经文句的解释，这小乘为入大乘之门的方便门啊，由人天入小乘啊，也是方便之门。有三乘呢，为通于一乘，故一名方便教啊。啊，三乘是人天乘、声闻乘、菩萨乘啊，缘觉包括在声闻里头。这样才能通于一乘啊，所以这叫方便教啊。那么在释迦牟尼佛一代十教里头，阿含是人天教啊，可以证阿罗汉。方等是从小乘通于大乘，般若是大乘，最后通到法华，法华是一乘啊。般若以前呢都叫方便教，以上经论呢、啊、正行善利方便呢，行是三乘之旨啊。你看释迦牟尼佛教化众生，把他的弟子最后都入佛境界啊，最后到华严，唯有一乘法，无二也无三啊，所有的学生都毕业了，都拿到博士学位。啊，还有没有生得下去的也都种了善根了啊，这些种善根的人如果遇到净土法门，个个成就，没有一个不成就，不但人天成啊，连畜生恶鬼地狱遇到这个法门都能一生成佛，这还得了吗？啊，以上第七转法轮到这里就圆满了。
下面是第八段，八相成道最后入涅槃。今天我们学到此地。